来，那么各位呢，您进到我们这个 OneNote 平台之后，首先老师先跟你说明一下哈，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哈，刚刚有跟各位提到有讯息有任务，对不对哈？那你从下面右手边这边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上课是会录影，所以你就可以从右手边这个云端链接点进去。我刚刚第一段已经传上去了，好，第一段传上去，所以点开你就可以看了。那万一如果我刚传上去，他还没有产生预览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麻烦各位同学到这个网站哈，一二三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老师会尽量传上一段，我就传上去。那你稍微留意一下，我们这边有没有？这里现在是不是720？对。但是呢，它有可能，如果我刚传上去，假设刚传上去，有可能它看起来会比较雾，就是没那么清楚哦哈。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哎看起来，YouTube 也会有这种情形，就是他会先传送低解记录给你，所以你可以来这边告诉他你要高画质的，就是不要相信他这个，好，他给你的其实是大部分都是先低画质一段时间，确认频宽没问题才会给你高画质，好，你就强迫他要高画质，这样子，这样你就会看到比较清楚的，好，这是第一个，你可以从这边去看到我们的上课录影片。第二个，你可以从这边就可以找到老师的部落格跟 YouTube 频道，好，老师的部落格在这边，在这里，我上面呢会有一系列像这个 Webduino 的教学，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哈，还有很多其他的，如果你有兴趣，也可以参考一下。那么上面这边呢，还有一个 OneNote 的翻转学习区，好，这里，因为 OneNote 是老师现在主要用的这个教学平台，所以你如果我这边我都有公开，就是那个我的群组有很多是有公开的，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从这边加入。那么往下走，我有帮 OneNote 录很多的这个教学使用的这个影片，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你们怎么加入群组怎么学习，好，这边都有，你就可以一段一段慢慢看。那老师也有经营 YouTube 频道，哎，我蛮 YouTuber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到呢，哦，最近有人有新订阅，好，来，有没有？我的播放清单会像这样，好，会像这样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演戏的，我就用这种方式来演。啊，有绿幕、蓝幕啊，就现场就变成这样了。好，那么你点进来，点进来之后呢，有没有？这样它就出来了。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上课录影都会像这样一段一段的。好，像这样一段一段的，所以你如果回去你要复习就相对比较方便，好，你就自己上去看就好了。 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吧，哦，通常坐上去就不太想下来，好，因为现场就跟那个不一样，你们反正有机会的话再给你们看现场的，这个就先暂时这样就好了，因为那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好，那刚刚呢，各位都进来的时候呢，如果说你在使用 OneNote 的时候，在这里，好，比如说，哎，你想要看一下 Webduino 的官方网站，你从这边连过去，那连过去之后呢，现在是开在 OneNote 的页面里面，好，进来了，你们一进来应该会有一个叫单元说明，好，会像这样，然后呢，右手边也会有一个笔记 ，OneNote 可以做笔记。所以以后你的教材、你的笔记就跟教材是就在一起了，好，所以你在这边这个文字笔记你可以像这样，好，你就按确定，你可以两个可以三个都没有问题，好，那这是第一种，好，第一种。再来呢，如果你是影片的，相对来说就更方便了，你看我们这边，我这里有影片的，有没有？哎，点进去，如果你是影片式的笔记，那个笔记就更聪明一点。好，你看这里。好。怎样？不用声音没关系啊。嘿，假设我看到这边，我做一个笔记，对不对？好。好，你就按确定。也没有发现你的笔记，顺便帮你把时间记下来。哎，这样子方便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万一你不小心，可能以后你已经看到哪里了，可能看到后面的啊，我要看一下这个笔记，就按一下，也没有回到19秒。
对不对？这样以后做笔记是相对比较简单，因为看影片是有时间的，所以如果你只是写一个笔记，你可能要还要回去要边看边找，是比较麻烦。当然这些笔记都还可以继续编辑，好，如果你有需要的或者要把它删除都可以。好，这个是 OneNote 的这个部分跟各位说明一下。另外呢，如果说你有需要手写笔记的话，我们刚刚这种是文字式的嘛，那什么叫手写笔记哦？你按下去它会有这个需要你安装扩充工具哦。那所以呢，你看我在这边，我如果来这边，你的每个页面下面也都有，有没有？卷到最下面这里，是有扩充工具。我们这边用的是 Google Chrome， 所以就把它按一下，你可以把它安装起来。安装起来之后呢，你待会就可以做所谓的手绘的笔记哦。你看，我把它装完之后呢，在右上角这边会不一样。好，有没有发现我右上角多一颗？在这边哈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就来进到我们刚刚的这个页面里面。你进到我们的教材，不管哪一个，好，不管哪一个哈，比如说，我点这个进来。好，那我往下走，往下走，我觉得，这个我要记录一下，你就按一下手写笔记，他就帮你把画面拍下来，有没有？那你就有这个工具，自己来这边画一画，画一画，好了，按这里，你就有笔记啦。这样会了吗？好，因为尤其是学电脑这一块的，你用这样有没有比较方便？对不对？因为有时候就是要有画面嘛。好，那这些东西呢，各位就是你以后在看这个的时候就可以很方便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了哈。所以 OneNote 的这个整个那个讲的就是使用方式，大致上跟各位说明一下。